哎呦！这是什么架子？不是，关键他比了颗星。哇！嘿嘿，我看我不说，你自己打，搞不好自己都可以打进。你在跳舞吗？这个应该打那个吧，但好远。打这个，你要擦到这里，所以要转转，往这边转，对，再往转，轻一点。哇哇哇哇！哇！哇！太厉害了！哇！Nice， 我觉得卡斯伯也好会教啊，他是把线路教的好准。实际上打这个台球也是一种感觉。往这边一点，这边，啊，哦，也可以。Yeah。每次他打进那一颗球的时候，我看他很开心，而且我觉得他很有成就感的感觉。我希望多给他一些这种感觉。哎，不是有这样的？哦，有。那就来一个，来一次你刚刚的那个动作吧。好啊，花式动作。这要不进哈，我跟你说，很丢人。丢人就丢人。哎呀，哎呀，想卖个票呢？别给人吹戳个洞。戳个洞。洞。好玩。再一次，再一次试。进去了，哎，哦，哎，他是会绕的，他是会绕啊，哎，我教你一个好吗？打打打这里，弹到那边，对，轻一点，好球，好球，啊，差一点，我也来一个吧，这个肯定进了。看着我眼睛，嗯，这漂亮。这要是没过，那我掐指一算就进了。有点难。哇！啊！跳了，突然变身了是吧？悟空。